有关南子区志群秀群路口，那该路口为 T 字路口，因为临近学校还有公园，那所以行人交通量大，那交通局已经设置了相关的标志标线来提醒用路人临近路口的时候做减速，以维护行人安全。那至于在地有民众反映是不是要增设行车管制号志的部分，那交通局近期将邀请相关单位还有在地的民意代表来进行会刊，来研议是否设置，那也会针对行人的交通管制相关设施呢再做一次检视。